失落，要脚踏实地，要落实，真正来修行有四个二种的困难。咱嘛爱去照见咱的心内内面迄个缓慢的心。但是迄个我足够啊！你讲迄，我过去我听足济啊，迄你讲迄我拢唔免啦。我就是用我家己。啊，敢会安尼？或许有时候很辛苦，或许嘛安尼，各位先生。或许有时候觉得，或许在公司啊，是任何时阵，为啥拢会疲劳？卖，用我家己卖安尼，所以用我为暗时啊拢安那。或许甲大家报告一下，晚上或许睡前一定爱传你了这几件代志，叫做感恩与忏悔的叩首。感恩忏悔就是手合起来，啊，就是叩首。好啊，我因为或许家里面也是没有佛堂，所以或许嘛是拿个枕头朝着窗外。就是跪在枕头上，啊，这样朝着窗外这样拜，啊，叩首，叩首就是感恩，还有叩首就是忏悔，忏悔今天一整天，咱空这未了的感情。各位请写，感恩跟叩首，感恩跟忏悔，这个叩首很重要，因为你每天你去做这些动作，你就去想到，你就去想到，当你去想到的时候，就像咱来报告，各位请写，咱拢有看到前面的那一个布施箱。那个也跟咱的布施相似，当你察觉你有一个念头，当你有察觉一个善的念头或恶的念头的时候，我们要把这个善恶的念头，咱家己爱知影，咱若家己知影家己的念头是，咱是不是讲一天一块去把念头啊那舍弃那一个邪恶那个不好的念头？所以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拿一个福田桶回去，每个人要去累积察觉你的念头。好、哦，那当你若无念头，你嘛一天一口甲讲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要为自己养成一个好习惯。啊，因为我们之前都会在课堂上哈、哦，这样蛮浪费时间，或许会把它放下放旁边，就闭班之后大家各自，哦，你们自己的去念头，可以去跟让先锋去跟你去做对接。啊，这个是一个好的习惯，各位浅显都比较容易。那很多公三思，第一个是法师好的念头。第二个是什么？财师。那我刚刚讲，我可以一百，可以靠就简单，对不对？但是各位浅显，你去察觉你的念头，再去投，简不简单？知影即摆咧想啥，去甲录。我即摆这个念头是啥嘛？哦，家己要去判断，够简单。哈、啊。咱拢做老想，但是你会想着讲，我即摆念头是啥，还是 OK？ 够有影去判断。嗯。哈、啊。哈，大家拢感觉，大家拢感觉一脸灰，念头有升到黑嘛？那无是啊，那有聊凡事去，感觉听过这本经。嗯，哈，是是。伊若是当着照咱的造型造神啊，伊若不是当着伊叫伊来改，伊永远嘛伫遐自怨自艾。我就是一个好人啊，我是安奈遇到这个代志。嗯。好人甲念头，意生甲意恶，家己敢知吗？伊拄仔安尼行过，看到一群美女，还在咧看，就讲哦，迄、那个美女较水哦，安尼尔。即、這个念头是恶还是善？恶。结果是恶的。好歹哦，我看一个好吧，我看一个帅哥，哦，即帅哥足帅哦。安尼，伊后下伊过去，因为已经结婚啊，后下嘛结婚啊，我看到即个帅哥足帅，我讲即帅哥真帅。安尼是啥？意念的恶，啊！你讲我这是欣赏吗？欣赏的讲，这个人真有才华，甲这个人足帅，来搁浅浅想看卖啊，够同款。欣赏伊的才华，甲看到伊的外表，够同款。无。哦吼，遐只深啊！各位浅浅，好想嘛，你也明白。但是好想要甲咱报告的就是，佛法修行就是遮深啦。所以咱在讲。最后盖棺论定的判这个人到底是好，他好到哪边，恶到哪边？我们时常说盖棺论定，迄真正是咱人世间的人在看，迄是上天，咱拢讲报事灵童，恁大家拢在甲咱记录，咱的正手倒手有一个善，有一个恶，报事灵童，大家对你的心记记，吼，啊，咱有一个三思时，就是拢在甲咱记录，所以各位亲戚。咱在看看是毋是家己一个人？你今日暗暗的，若只规间我暗无无，你敢会惊？会惊，会袂惊？对我甲你讲，你免惊，你的心腹无法想
三四四，搁有报姓名无？你一个人出门拄来人多，安尼够足厉害。安尼真知影你足厉害吼，你一个人行出最爱人甲你多，啊所以才会使乌白做，才会使乌白讲。哦，不行了哦，你即摆知影你毋是家己一个哦，啊搁有嘞，啊袂衰，搁有你的救命，清楚？安尼你的你这个人出门够足庞大。你一个人出门是规关人跟你出来呢，看袂到的啊，规关拢跟你出来。各位先生，安尼敢知？你出门，你去好的地方，去不好的地方，拢是有一个团队，一个团队对你的行动。安尼今日感觉今仔来遮来点所在，来点所在哦，甲即群人带来即个运动是毋是好个所在？安尼有足好无？好，足好啦，各位先生。所以讲袂使离开运动啊。啊，这嘛是你着来遮，你才有法度听着遮。你坐伫遮，你静静，佮袂当手机啊摕开伫遐看，你才听会落去哦。啊，若无你伫厝内电视啊找着，电视迄个法师在讲讲伊个，我手机啊伫遐看看看，你敢听着？啊，大家拢在笑吼，应该拢做即个代志吼。电视做伊个，手机啊是乖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会感觉我行我素，你会想讲我拢我家己，各位先生。我想甲咱报告，有著甲咱讲这道理，拢毋是在甲咱凊彩讲讲。迄是咱目睭看袂到，无形内底是咱真侪对咱身边。较拄仔讲你的一旁对不对？啊，佫有一旁叫做你的业力，过去你欠人，冤亲债主。啊，即摆拄仔七月时啊，啊，咱咧讲，真拢放出来咧休假，吼，真外口做热闹的。啊，所以你若出去交人咧斗热闹，咱说伊吼，真人真侪，小心不要踩到撞到。哦，常常默念五字真经，你都唔会烦恼。头前的功名，你拢是倒的，所以求得有足重要无？嗯。你的身躯边、你厝内面的人，还是你的朋友，你遐紧紧来求得。啊，求得了嘞，咱之前拢感觉求得了就刷，对不对？求得了，我咪说，这只是开始啊！你整个人的生命进化正要开始啊！各位浅显，还没开始呢，为你开始好，你厝的人感觉好。你厝的人好，你规个你规条家族的命运拢会好。只要你愿意一个人改变，你一个人会当影响千千万万的人。这嘛是有法讲的。这是若有机会去到任何性等四楼，咱的四楼会有啥？一个人会当影响千千万万的人，会当上天上天堂，够厉害。嗯。所以这个老师讲的呢，啊，咱有想过咱一个人当影响到千千万万的人，敢想得到？嗯。好，我就坐在那手机里，然后我们影响几千万，你真卡知？你来影响，去做善，去做好，你影响，当遐请遐浪费时间，你影响的是千千万万的人，安尼够恐怖。你因为你一个人影响很多人，啊，当然，当你知影，你的头才会低下来啊。更加何况讲，咱来互动，大家互相会当啊鼓励，我们互相打气。互相鼓励，因为你伫厝，为啥单你一个人，可能也没有办法有那个能力嘛吼。啊，你来了来遮，大家取一些信念，啊，回去日常生活去印证，去家己实验，去家己实验，你就会发现吼，道真正足好过，道嘛真正足好，道绝对毋是人嘴咧讲来讲，啊，我着来听翻来遮坐，叫做道，啊，回去着去继续骂人，叫做道，绝对毋是安尼啊，各位亲戚，道绝对是互你伫心内，你会有一个。有一个叫做，迄叫做啥？特效药，迄叫特效药，你食了就是有效，绝对有效。做代志、讲话，也是你的思想，拢绝对有效。啊，伊上哪会无效？就你甲讲的，莫甲吞落，各位是不是？你药啊拢甲讲的，啊，即摆开始变苦，你甲吞出来，敢会？你唔莫甲吞落去啊！你不想去实验它，你就是点到为止。所以即摆求得了最好。我们一定要再参加发挥，发挥两天的发挥，会当让你的救援七组，你的整个团队拢会当去甲互动，社会进化。一开始咱是求得佛牌注册尔，你注册，注册了你去吧，伊歹讲哦，我愿意来学人才，来报半两天，来两天来交师傅接近，把你的所有，你这最近啊，你的所有，你讲的晦气也好啊，你的负面思想全部给你洗。干净，洗涤干净之后，你再进来当办事人员，另外一档没有挂碍。咱即摆是啊，做一挂碍，用你的身躯的迄、那个甲你抗掉的乌云罩顶上。你若无甲过好掉，
你的心情稳了吗？你的心静不下来，你卖讲你的念头啦，你卖讲咱逐天念到一箍，啊讲起来一个月到起来碰一面，啊吼，请师傅来准备讲，才是咱这念头。你连念头你都没有办法去觉察，你都无法同你观察到，你想的到底是何物事？甚至咱分堂到底是咧做对的代志，还是咧做唔对的代志？有时候贪心会让你在佛堂做错事哦，各位浅浅干没？嗯。我会来面堂啊，加甲客气个嘛，甲客气个面堂个，反正免钱加客气，迄种心态就是贪嘛。嗯。啊，即个贪安尼是对啊，对。咱是要来甲骗面堂，反正阿母来搁甲骗，我无要紧，就用骗阿母阿母。迄是你的贪念哦，那个叫欲望哦，啊，你敢有觉察到？迄是贪念。啊，咱来遮面堂是拢真天气个，拢是阿母来，拢是大家众生个。各位，大家拢是虔诚，大家来拢是菩萨，还是？哼，我才是菩萨，我才是啥？恁拢爱听我的，敢会安尼？咱敢会倚老卖老？有时候我们会不小心去犯了这一点。或许要强调，不管你是组长、行政干部，咱来我们要想，各位虔诚，咱敢会干嘛讲？啊，我的心就是我啥物拢唔捌，所以我有变成该啥？为什么？因为咱在一母之下，大家皆是平等。或许要强调，任何一个念头都不要小看它，因为功过，或许一直强调，很多人在帮你记录，很多人在看，很多人跟着你生，很多人也跟着你的念头起起落落。好的先啊，拜年，拜年对了。所以你若开始，你昨晚有听咧腰酸背痛无？有哦，你咧腰酸背痛爱说你哦，可能人会咧甲你敲敲门哦。吼、哦，你的思想可能爱提醒一下哦，念头念佛念较济哦，你甲试念，你一直甲念佛，一直甲念佛，你看你腰酸背痛较好。好、哦，各位来见真章。为什么？因为念头转了，你心会基因、机能都会转了。哎、欸，这了凡四训讲。念头转的命运就会转，哦，啊，念头你不能转，你的命运就转不了，啊，所以各位浅浅，有机会，咱未来爱上家己来办法会，也是讲今年啊，无实质伫爱习惯山，啊，今年的法会已经报名截止啊，到月即批已经拢定啊，要收五十个尔，伊今年已经破表啊，收到要六十八尔，已经毋知要安怎，所以那个有人是说已经喊卡了，已经不能再收了哈。他明年是三月，哦，明年是三月，三月有机会法会一定要来，哦，两天一夜的法会，还有加上立院，那是殊胜无比啦，那是有人亲眼见证，目睭看见所有那个那种灵异体质的，很亲身经历，这是非常殊胜，哦，殊胜的法会。然后参班殊胜之后，要不要多研究经典？有时间卖上手机啊，看电视。有时间要安怎研究经典，所以咱爱上平常时啊，就拢有咧去帮忙，是拢有一寡咱诶，即卖是六祖坛经嘛，哦，六祖坛经嘛，有六祖坛经也可以来。啊，有时啊，咱一个暗时啊，有一寡成全班，咱若毋知都可以跟组长理论请教一下，即个哪时候班？哦，啊，咱每一工诶暗时啊，线上嘛读经。哦，你讲我拢唔爱靠我背去，干点个地啊，我听可不可以？也可以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就是人家连接，各位姐姐连接，连接敢听？手机啊，点开无人啊，讲影片啊，图片你是咪点起就连接？迄叫连接啦。嗯。啊，连接就是你交伊连做伙，叫做连接。各位姐姐，你交伊连做伙，啊，你咱要交上连做伙较好。交混念较好，还是要念魔鬼念较好？要交啥念？混混啦，混。同学嘛，交混，大家嘛才要交混。所以啦，有两班的话，那个叫正能量，就是跟佛律哦，把它连在一起。好，啊，我们最后五分钟哈，那么是赶快哈，我们财师、法师、五位师，有时间来当志工，接下来一起要来送弥勒救苦真经，要回向给我们的那位祖先啦，好，是六种要回向给你想要祝福的人。两边归用叫做祝福，哦，祝福。你如果家里呀、啊，你有任何来帮我们翻一下哈、哦。如果你不顺遂，多念经回向，你就归用你的人，归用你的人，你会发现哦，你的人会有改变哦，因为你是正能量的回向祝福，回向的是祝福
啦。我一个善的善意，一直甲你，互你送，互你送，互你。你一直甲一个善念好，一直送，互你送，互伊就祝福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咱即摆等者念完你后壁，咱快要祝福互送吼，来。啊，如果会的就可以不用拿，啊，如果不会我们就拿一下吼，咱、哦、甲祝福来做一个回向吼、哦，好，好，有了吼。哦